心头长，想你是雨中眼里藏，笑人间万事难逃两相忘，还有神仙眷侣两双双，相思长，相思一人长，悲欢也只是诉离殇，月相欢心中，起舞月明愁，最后千愁只恨染无常，情若在许大夫，李员外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啊！李员外相邀，徐某真是不胜荣幸。哎、多谢许大夫和许夫人能够过来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啊，这位是哦，这位是丫鬟小青，同时也是我娘子的妹妹。哦，原来也是白姑娘。行，李员外，你说这是赏花小宴吧？我怎么看你们家院里一盆花都没有啊？说来也尴尬，我那个不懂事的种花家丁啊，哎呀，昨夜毁了我好几盆名花，今日是看不了了。怎么就这么不巧呢？李员外，您可是邀了这一众的邻居啊，我怎么着看来看去就我们三个呀？我也正要说此事呢，只因赏不成花了，我那些远方的朋友啊，就没请他们上门，一一通知过了，改日再去。只因呢，你们就住在隔壁啊，我左思右想，还是把你们邀请过来，就当是邻居之间吃顿便饭。许大夫、许夫人，你们不会介意吧？啊，李员外盛情，徐某当然不会介意。哎呀，好好好！哎呀，看来小青姑娘对李某是有些意见的。怎么敢呢？李员外，虽说是人心隔肚皮吧，它毕竟是隔了一层皮，不是？只要您把您那颗祸心藏在这皮底下，小女子自然不会有意见。小青，你怎么又开始胡说八道了？就是啊。你怎么这么不懂礼数？不是，你们两个就看不出来这人不怀好意啊？小青姑娘，你别生气啊，我真的只是邀请。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哎，小青，小青，喂，李员外，他平时就是这样的个性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没事，那咱们先去屋里吃点东西吧。好啊，里边请，娘子。难去，徐大夫海量啊！不，来来，不胜酒，来来来，满上满上。这杯酒呢，我敬徐大夫悬壶济世啊！这杯酒一定得喝。员外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这酒我真的喝不动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，走。李员外，你的这种热情、豪爽，让我。娘子，我跟员外，我呀，徐大夫醉得好厉害啊！相公，相公你没事吧？相公，哎呦，相公，徐大夫，哟，怎么那么晕呢？看来许夫人也有点醉了。来人呐，快扶许夫人去客房休息。是，不行，那我相公呢？
哎呀，许夫人，就先去休息吧。许大夫呢？我已经叫人送了接济馆啊，一会儿再扶他歇着。今夜你们就在伯府上休息吧。啊，那就麻烦李员外了。哎，谢谢。说谢呢，不就见外了吗？啊，你先去休息，我一会儿呢还得送许大夫呢。啊，是。许夫人小心。许大夫，许大夫。姑娘，我相公呢？啊，您安心在这里休息便是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等等我。哎，李员外，李员外，我相公呢？既然来了，还想走啊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，李员外？你放开我！我请你自重啊！竟敢打我，真不识相啊！外面全是我的家丁，你想留下也得留下，不想留下也得留下。救命！他们醉死了，谁用来救你？住手！给我住手！小青，姐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是啊。哦，来的正好啊。小青，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他就晕过去了。这喝醉了吧？哎，姐姐，那个，你看啊，你现在醉得厉害，咱们先回家好不好？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往前，往前。珍珍，珍珍。小姐和小青姐姐本来就是很好的。哦，姑爷，这是醒酒汤，是小姐交代要给你喝的。啊，好。哎，对了，昨夜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是小姐和小青姐姐将你拖回来的。拖回来的？我醉得这么厉害？那昨夜发生过什么吗？这边请。好。老爷，李员外来了。哦，许大夫，李员外，昨夜承蒙你的招待，可是许仙实在是不胜酒力，抱歉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不过，来，接着说话。哦，好。李员外，若是有什么话是我们这些下作的下人听不得的，您尽管差遣我们便是，何必这样拉拉扯扯的？不是，比儿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下去吧。是。啊，李员外，抱歉，他平日不是这样的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他肯定是以为我又要将你拉走，把你灌个烂醉呢。李员外真是说笑，但一提到这个，我真是惭愧啊。不过，昨晚我朦胧中看到一条大蛇，你看到没有？大蛇？李员外，这又不是荒郊野岭，哪会有什么大蛇？哎呀，我真的看到了，就在我的房间呢。那您昨夜回房有人陪同吗？那陪同之人是不是也看到了什么呢？这个没有。
就我一个人。那一定就是里员外您喝醉了酒看花了眼。来吧，随我去厅堂，我让下人去给你做一点醒酒汤，请。哦，小狐狸，你是下定决心来送死了是吗？可恶！我三番四次给你机会，你这小狐精怎么就不知好歹啊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等等，我答应你。你答应我什么？我答应嫁给你。你这是求生之欲，你当我会相信吗？我现在这样还敢骗你吗？多谢你，我只是不希望我的新娘就这样死了。嫁给你的事情可不可以暂缓几日？我必须先将定风草带走，那个人他快死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你若是拿了定风草消失了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立个重誓。我江儿在此立下重誓，我得定风草，若除此恩惠，将以身相报，为其妻子。若有违约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永世不得善终，皇天厚土，皆可明证。你对自己还挺狠的啊。我若不狠一点，你怎么会愿意相信我？把草给我吧。这是我的药单，留在你这里，你总能放心了吧？早去早回。员外，昨夜多有叨扰，下次有机会一定再请您过府一叙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定。不过。徐大夫，你真的没有看到那条蛇吗？李员外，我是真的没有看到。我看您还是呢，再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。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不远送。嗯，慢走。花布，看看来，给您看一下。老爷，外边有个和尚说要见您。和尚？嗯，正好啊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阿弥陀佛，贫僧金山寺法海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看您的气色，近日定是有妖气缠身。妖气缠身？嗯，给我放出去！是是是。为何？每个上门的道士和尚都这么说。是个骗子！施主，贫僧并非江湖骗子，此妖气非同寻常，定是和蛇有关系。停！施主，此妖气非同寻常，定是和蛇有关系啊。是。蛇？是什么？
那你说说看，有什么剑法？快说说，开个价，只要不离谱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不需要钱，只是您的邻居许仙和您的情况是一样的，请您带着他一同来趟金山寺，贫僧定将告诉你是什么情况。许仙，这大夫啊，李员外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急匆匆的，是想再要碗醒酒汤吗？喝什么醒酒汤啊，我们连命都快没了。连命都快没了啊？我跟你说，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怎么了，李员外？方才啊，我得到高僧提点，说我近日妖气缠身，十分危险呐。李员外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，你怕是碰到江湖骗子了。他可不是什么骗子，而且啊，只怕我看到那条大蛇肯定与这有关系。好，李员外，那你让他帮你化解便是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许大夫，这妖气不仅我有，你也有啊。我？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大蛇，我就不必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许大夫，这世间之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哎，员外，我还着急看诊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许大夫，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的。高僧说让我们直接去金山寺找他，他会让我们明白一切的。许大夫，我们就去一趟金山寺嘛。啊，李员外，可是我对那鬼神之说，我是真的不相信啊。许大夫，你我倒也罢了，万一牵扯到家人，岂不是后悔都来不及啊？家人，我可听说了，前一阵子夫人从崖上摔下来，磕着脑袋了，是怎么医都医不好。兴许啊，我们去问问这位高僧，哎，说不定他能让尊夫人的身子快点好起来呢。啊，这倒也是啊。李员外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择日不如撞日啊！我现在就去。啊，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阿海师傅，有客到了。许大夫请。啊，法海师傅。啊，法海师傅，咱们之前见过的。啊，请。谢谢法海师傅。不瞒您说，之前我一直都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只是我的娘子跌落山崖摔坏了脑袋，我虽然是个大夫，但却也一直都没医得好，这才过来找您法海师傅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许施主啊，你虽然医术精湛，但你毕竟是个凡人，所以你医不好他。法海师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娘子并非人类，她是一条白蛇。白蛇？法海师父，这
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正是因为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所以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哎呀，难怪呢，我看到那条大蛇，徐大王，原来是你的夫人呢。抱歉，我不想听别人污蔑我娘子，先告辞了。许施主是怕知道真相吗？我是不想听你妖言惑众。你要相信你的娘子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呢？不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在这继续听你污蔑我娘子。是不是污蔑？我会证明，只是怕你不愿接受。好啊，看就看，有什么不敢？许施主，我连你被人蒙在鼓里，想让你知道真相，但有时候这不知道真相才是最幸福的。法海师傅，你现在神神叨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不管有什么，让我看便是了。啊，对啊，我也看看，我也看看。好，既然许施主下定决心，那我们就一起看看。真真，真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放给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见我夫人。你已经死了，如何回家？再说你就是被你夫人吓死。不可能。你想想你最后看到了些什么。我好像见到一条大白蛇向我扑过来，那个蛇信怎么又这么长？那条蛇就是你夫人。死猪头，长得丑，想的倒是美哈。昨晚看到的竟然是真的，妖怪，两个蛇妖啊！哎呀，法海师傅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啊！法海师傅，许施主，您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可我看到的，就一定是真的吗？你是高僧，你有一千种方法能让我看到你想让我看到的。许施主，你尊我一声高僧，法海愧不敢当。但是，我若真的像你所说，法力无边，为何会只诬陷你一个人的娘子？这一定就是我的梦而已。你这人拿这个做文章，实在可恶。我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知道你梦见了什么。这一切，都是你亲身经历的。这就是梦，这就是梦。庄生梦蝶，怎知庄生是梦，还是蝴蝶是梦？倘若你真的在梦中，怎会晓得自己在做梦？到了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的娘子不可能是妖怪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不相信我没有关系，至于你娘子是不是蛇妖，一试便是。回去把他放到你家娘子的枕头底下，他便会现出原形。不，我是不会放的。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强求的，但是这个东西放到你那里，终归会有用。咋还是放到我呢？人，你怎么还满头大汗呢？来，我给你擦擦。我今天上山给别人看诊了，特别远，我走了很多的路，出了一身臭汗，你就别碰了。
吩咐下人打水给你洗一洗。啊，不不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跟他们说就行了。你歇着吧。啊，相公，相公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相公，相公，你是不是昨天去李员外那儿的时候受凉了、啊、受风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太累了，我不，你们吃吧。啊，许仙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姐姐，你说他是不是被鬼附身了？平日里你对他好，他傻乐还来不及呢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小青，你说是不是昨天我被李员外轻薄的事情让相公知道了，所以他就嫌弃我了？哎，姐姐，不可能的，那李员外怎么敢跟姐夫说呢？姐夫要是知道了还不跟他拼命去？好了，别多想了啊，不敢怪罪你的。心头长想你是雨珠眼里藏，小人间万事难了。娘子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因为我在想，还好吧？爸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你到现在都还没恢复记忆。可是，至少我记得你啊。悲欢也只身诉离殇。你这是要住店吗？最后千愁之恨人无常。姐姐，姐姐在空思进来吧。姐姐该洗漱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，你放下吧。你若还空有灾难事，还多情更苦难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那碧儿就先退下了。你若还空有灾难，爱多情更无奈，只落花一朵花尘埃。心若在空思，爱吹拂爱多我存在，一世柔情换谁寂寞离场。你若还同游在难时，爱多情更无奈。许仙，许仙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一朵花尘埃，一点难怪原来不是磕坏了脑筋，是碰到了臭和尚。老爷早。老爷。哎呀，姐夫早啊。啊，小青姑娘早。这昨天晚上又在书房睡的啊？啊，是，昨晚研究遗书研究太晚了。啊，我也是，昨天晚上我也睡不着，我就在这院子溜达来溜达去的，结果捡着这个。你说吧，也不知道是谁粗心大意的。哎呀，这在寺庙好不容易求来的佛珠吧，还给弄丢了，也不怕佛祖怪罪，真是。啊，这是我的。你的？啊，还给你？不不不，这不是我求的佛珠，是那个金山寺的法海师傅。他给我的，法海师傅你也见过的，他来过拜佛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他给你佛珠干嘛呀？是，他找到李员外，李员外又带我去了金山寺。这法海师傅跟我说，说你跟娘子都是……都是什么？是，
蛇妖。蛇妖？对，他还说只要把这佛珠放在娘子的枕头底下，娘子就会现原形。这个臭和尚啊，满嘴在那胡说。姐夫，你信吗？你信了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当然没有相信。娘子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是妖怪呢？嗯，所以我左思右想，就把这个佛珠给扔掉了。你扔的？那扔了就是不相信我们呀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和我姐姐是不是妖怪，我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还怕这么个佛珠试啊？你既然不敢试，那就说明你下意识里怀疑我和我姐姐那就是妖怪啊。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姐夫，我倒是无所谓。你说你心中的这个猜忌成为你心中的一根刺，那就是卡在你和我姐姐之间了。你既然相信那臭和尚说的话，那不如你带我姐姐去趟金山寺，正好也还我们的清白。啊，小青姑娘，真的不用了，我知道你跟娘子都不是妖怪，况且这佛珠已经被你拿在手上了，所以已经充分证明法海那个妖僧就是在胡说八道。你不去啊？你不去还是不相信我们呀？我真的没有。别捂我的，你一定要带我姐姐去趟金山寺，这样让你心里也明白明白，那臭和尚说的话到底可不可信？那要不然你还不得怀疑我是妖怪啊？哎。